大家好，我是郑文福同志，我们本区的州议员陈伯雄同志，两位伙伴的阿里巴里们 ，bagi kawasan Klang， yang berhormat saudara Chow Santiago， kakanda saya yang berhormat Kaling Sama， Ali Parlimen bagi kawasan Shah Alam， kawan lama saya saudara Asmi Zam selaku pengeras kawasan Portland。Rakan-rakan seluruh pimpinan Parti Bersatu, Keadilan, Amanah, DAP, Masih ingin yang dijima, Taiki Ameho! Jibai ini Taiki Tua Tiao Liao. Jini jauh sang wa cu Guo Hui, Ajib ke yu lai ke wa men tau qian。国会桌子上放一张账单，要求通过最新的附加预算案。这一张单一来，我镇政府当我们是 ATM machine， 要钱就来。这一张单是多少钱？你知道吗？要求国会又要通过，不是700万，不是7000万，不是7亿，是7亿。我们的屁股裤带又要穿洞，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财政预算案，马来西亚呢不是财政预算案，那去每年去国会提成的是财政试算案，每一年都试算，所以要追算，然后要有附加预算，这证明了这个国家给国政管。就越管就越烂。过去阿布拉巴达利的口号是怎么烂？革命烂，特别烂。来到纳吉的手上，就变成真的烂，根本烂，特别烂。我们叫他管钱，他就在里面偷钱。我们叫他管好好，哪里知道选到一个百家宅出来。这个百大宅做首相9年，昨天我碰到92岁的神奇的马老马，我问老马，顿，你做首相22年，那时候马来西亚欠多少钱？老马跟我讲，22年我做了，我下台的时候，马来西亚国债只有2000亿，啊，这个做9年。现在我们的国债高达9000亿，9年都借了7000亿，钞票还没有印单就给他花完了，而且这个经济预算案不是给今年的，是给去年的，钱已经用了，现在先斩后奏。喂各位，这一次不换政府，我们很快的一个一个排排坐吃果果，一人一步，心连心，手连手，一起走向富贵山庄。我们如果还有替这个国家想一想，马来西亚今天我们发生这么多人来，大家心同慈心，心同慈理，只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3个字：下个月国会解散，5月投票，我们。环境部，国政不倒，人民吃茶。为什么要换政府？前今天我们去国会，我们问第二财政部长达都斯利佐哈利，马来西亚现在最有钱的年轻人是谁？谁有办法买10亿的游艇？谁有办法追女孩子？带香港的歌星萧亚轩去都拜的海边吃一餐460万？谁有办法要追那个澳洲的名模米兰达克？人家生日，他生日，追女孩子。买一条链2300万美金，谁有办法？
只有那个刘德华的弟弟堂弟叫做刘德佐。刘德佐这么有钱，这么敢花钱，为什么？因为他花的是我们的钱，对不对？难道西江啊，东京政府干的老路？我们家辛辛苦苦，每一天为谁辛苦？为什么？现在发生几多老板跟我讲，刚才我坐在下面，就有很多老板讲，这几年给英钢带追到屁股都穿洞了。所以我今天就去国会问财政部长，这个肥的刘德佐，他到底就没有还英钢带？他到底还多少应当的？你知道国政的部长怎样打我们吗？他说刘德佐从来没有还过 Dex。 你可以答案吗？你可以接受吗？不可以，对不对？他有这么多钱，你们要追回来，如果没有换政府是不可能。所以来届大选下个月换政府，我们马上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把他抓起来，从头钱追回来，分给巴山的人民，好不好？我还要在新爱部落旁边起一间新的酒店，把那个身材五十寸的河马，还有他的老公两个放进新爱部落新的酒店，然后给你们公开开放，让你们参观，一块钱就可以去看了。一摆就是嫁嫁来了，无花今后就是死路一条。改朝换代是我们最后一条生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不换政府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不要走死路，要有活路，就要改朝换代，为民除害，告别腐败，为了下一代。但是各位，大家要小心，这几天你看国政政府开始打广告了，你打开报纸，还有我们的公款替所有的部长在那边自吹自擂，我给人家自己讲自己说。哎，你看今天的廖州来部长，从前只要发文告，现在呢就是部长要拿起人民的钱去打广告，这个简直就是笑我话。如果有做事，谁不知道就是没有做事才要打广告卖产品嘛，对不对？他现在打广告，哇，讲到他天花乱坠，起了十间华小，搬了六间华小，好像已经是立下什么丰功伟业。你看今天的报纸头版，沈木与华小动动。哎，朋友，一路来大选前，让我让大家温故而知新。每一次大选前国政都是那几招的，第一，大选前就动工，大选后就收工。你看我们从前荣富州那个大赌来华小，1995年大选的时候，哇，请正副首相剪彩动土，哇，那个布多社来了，啪，推啊，大选后一秒，哦，布多社走了，收工。99年大选，那再来动土啊，然后99年选过后又收工。2004年大选又来动土啊！一间华小动土要动三次，而且那个土都动到没有土好动，华小还建没有房。15年建一间，还在那边卡里卡路，人家国小已经建了5864间，你有看到五路善等一个字吗？政府独立到今天，已经建了5864间国小，报纸都不要登，为什么？因为建国小都不是新闻。马来西亚建一间华小要登全国版头版，这就是华社的悲哀，要告别华教的悲哀，要替华教讨公道。这一次我们敢敢改朝换代，我们做给你看，好不好？这一次的大选，为什么要
政政府每天吸我们的血，一天吸一亿多，一年365天，他一天吸一亿多，单单一个 GSD 一年要抽420亿，三年里面已经抽了1200亿，所以搞到现在市场资金为零，市场资金短缺，行情很坏，做生意很难，每个人都呱呱叫。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船要走要有水，水没有来船怎么走，水要怎么时候来，就是换政府，下个月换政府，100天里面我们废除消费税，你们每一年可以省下450亿，这些钱一回到市场，做生意的人就可以马照跑，舞照跳，万字照买，人马标一开，好事自然来。钱没有回来，行情不会好。当然你会问，如果废除消费税，国家会不会破产？哎，各位，我问过马哈蒂，我问大家，马哈蒂做首相22年，有没有抽消费税？有没有？没吗？他那五伯吗？老马做22年没有抽消费税，请问马来西亚有破产吗？没有吗？这证明什么？马来西亚根本就不用收消费税，只要把贪污腐败减少一半，浪费挥霍减少一半，马来西亚善用我们的丰富的天然资源，绝对不用收消费税，大家回家都可以好好睡。好了，我们用全场热烈的掌声欢迎行动党全国主席，我们交代的东方不败陈国伟国议员。好的，我们看这地方，我们是今天的晚上，我们来谈个话。Marilah kita berikan tepuk tangan gemuruh kepada pengerusi kebangsaan DAP yang berhormat Tan Kok Wai, ahli parlimen cerdas kita. Saudara-saudari, tadi saya terangkan kepada semua yang hadir, dekat pagi ini kita masuk parlimen, Najib minta duit lagi. Dia baru buat bajet, bajet duit baru habis, minta lagi. Bukan minta sikit, minta 7,000 juta, 7.1 billion. Tapi itu bukan bajet untuk tahun ini, bajet untuk tahun lepas. Duit sudah habis diberanja, sekarang datang parlimen minta double stamp. Cok. Inilah dia kerajaan yang ada hari ini. Dan tadi saya terangkan kepada semua, sebenarnya Malaysia langsung tak perlu cukai GST. Dulu Tun Dr. Mahathir 22 tahun pun tak ada GST. Negara ada bankrupt tak? Ada. Negara ada katakan hutang melompok-melompok, tak ada. Tapi mengapa sekarang macam ini? Pasal sekarang Putrajaya ditakbir oleh kreptokrasi. Apa itu kreptokrasi? Kerajaan yang ditakbir oleh pengamun, pencuri, perompak, penyanyak. Dalam bahasa Hokkien itu kreptokrasi. Ya, polusi. Itu cara kau nak lihat. Malaysia 的政府现在就是全世界人家说的盗贼统治 ，kleptocracy， 假好多细节。所以今天我们马来西亚的人非常可怜，住在马来西亚，在家要给门牌税，还要还土地税，买车要给入口税，再加国产税，还要交路税，交通给所得税，出门给消费税。给到很多税，给到大家回家都不能睡，所得税还要上门来啊找追税，大家都很难睡。如果要好好睡，就要让国政不能睡，要让国家不能睡，唯一的办法就是国政给他这一次大选，让他国政倒台，人民上台就对了。我们这一次，我今天晚上来要向大家交代，希望联盟的几个大选宣言。除了废除消费税，事实上我们的希望宣言最关键最亮点的是15年的制度改革。今天晚上就要向大家交代，要让马来西亚成为正常的国家，要让马来西亚民主重生，国家重新出发，制度改革是最关键的。要改革制度，只有换政府，只
只有换政府才能推出新制度、新政策、新希望，没有换政府没有办法。第一，我们要怎么改革？今天就是因为首相那句，他可以只手遮天，他可以为所欲为，只要谁反他，他就开除谁。你看副首相当谁不一定，当谁不一定，只是因为讲了两句，副首相都被炒鱿鱼；部长讲了两句，他都是下级阿大也被炒鱿鱼。反贪污委员会当时阿不高兴，想要抓他就被开除。这一个国家银行总裁当时坚定，想要罚款就被劝告退休。所以无论是总结厂长、银行总、国家银行总警长，全部都在那届的掌握里面，使到了整个国家变成一人天下，敢自守遮天，为所欲为。所以你要改变这种现象，只有换政府。如果换政府，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限定一，首相任期只有两届，好像美国总统、台湾总统一样，只有两届，做不好下台换人做。第二，反贪污委员会全面独立。今天我们的反贪污委员会，香港的叫做 ICAC， 马来西亚的叫做 IEC 北系，按照 IEC 北系。因为它是属于首相署的，首相贪污他根本不可能抓，因为首相就是反贪污委员会背后的大老板。所以我们上台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让反贪污委员会全面独立，向国会负责。反贪污委员会主席不是由首相委任，是由国会辩论通过来委任，做不好国会可以开除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而不再属于首相府。到时候蒙阿罗福搞兵咬阿罗福，到时候不是抓小江云大白鲨一样抓。所以不管即使我们上台，反贪污委员会一样可以抓。制度改革才是一个国家的关键。第三，我们要改革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现在我们投票21岁才能投，每一年还要去巴沙马浪开档，还要去巴沙点登记选民，选举委员会每一年要浪费3000万元，简直就是劳民伤财。为了减少这种现象，跟上全球的民主制度，我们上台第三件事情，所有选民下一届大选投票不用等到21岁，18岁就可以选政府。同时我们要落实自动登记选民制度，只要你有大马卡，你就已经是选民。现在我们都有这个科技，你看，如果你试试看，你交通的罚单没有还，3万没有给，接币接跟 spot police 不是可以 online， 对不对？为什么选举委员会不能 online 啊？这是不是不能，乃不为也。所以我们要改，因为你想，18岁，在这我们的国家的法律，18岁可以娶老婆了，18岁可以考车的来证，可是18岁不能投票，这个根本就不符合逻辑。所以我们会降低投票年龄，同时自动选民登记制度，这个是第三个制度改革。第四，我们要恢复国家的第四权。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的。什么叫三权？就是行政、司法和这个立法。立法是国会，行政是政府，司法是法庭。三权分立才有办法互相监督制衡，如果没有三权分立，就会造成自手遮天现在的现象。而这三权之外还有一个第四权，就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如果全面控制，马来西亚就没有言论自由，人民就得不到应该有的资讯。所以来届大选第四点制度改革，我们上台要禁止所有政党，包括民主行动党，也不可以控制报章，不可以控制电视台，让媒体解放，让电视台开放。这些制度改革将会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我们是半民主半封建，已经远远落后全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关键就是制度不全，制度不全，我们国家很难翻身。第五，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改革，我首相不能够开除总检察长，不能够开除反贪污委员会的主席，也不能够担待他喜欢怎样就怎样。没有总检察长的提控权，跟他在政府内部的这个职务分开来，将来总检察长是全面独立，向国会负责。告不告？要问国会。
不是问首相一个人啊，这一点对我们整个国家非常重要。你看现在叫他坐他不敢站，叫他站他不敢坐，对不对？这使到整个全世界都在查完 NDB， 就是马来西亚不能够查。为什么？因为总检察长提控大权在他手上，生死在他手上，他讲不告就不用告，所以你只要控制一个人就够。这些造成马来西亚成为国际的笑柄，为了让马来西亚还回国家的尊严，我们要从制度上来改革，至少有15项的制度全面改革。只有改革开放，马来西亚才有前途；只有换政府，我们才有办法做到改革开放这10个字。我告诉大家，今天很多人羡慕中国，说到中国现在已经超英赶美，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强国。哇，美国下来，现在全世界老二就是中国。你不要忘记，中国当年也是非常穷，可是因为40年，还好中国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比拿破仑高一点，比我矮一点，他的名字叫做邓小平。邓小平人矮矮，矮仔乖仔多，他懂得为国家人民想。所以当时中国还是非常属于非常落后封建的时候，邓小平就看到我们不能够再执着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唯一的生路。所以邓小平敢敢推动香港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只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办法前进。因为邓小平，今天40年后，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力量，中国有前车之鉴给我们看。马来西亚要成为强国，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开放，马来西亚才有前途。你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换政府，它没有可能会有改革开放，因为太多既得利益。我今天讲的都是真话，都是良心话。我知道很多人说，哎，可米，我喜欢听你的演讲。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喜欢听小弟的演讲，因为每一次讲完，我就去警察局和躲避，你们就回家睡觉。但是不要紧，行动党的人可以站在最前线，因为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看得到国家今天面对的问题。我时常说，人有3种，第一种人先知先觉，第二种人后知后觉，第三种人不知不觉。安抓细一个明白。所以我们法身的兄弟姐妹都是先知先觉的人，所以你们308不懂得换政府，所以今天雪州、宾州已经成为全马的模范州、福利州。我可以告诉你，其他州的人民都非常羡慕雪州人民。你看，你们有免费水、免费巴士、免费网络、免费医药卡、华人新村免门牌税，各种各样的福利多得不得了，生老病死都有津贴，生个孩子的1500块，哦，生病还有700块免费的医药卡，对不对？如果医不好，去富贵山庄，我们的州务大臣阿斯宾阿利还会站在那边，哦，唱这个吴奇隆的成名曲，祝你一路顺风，然后给你2500块白金，对不对？如果你死一次，火箭的州政府给2500，死2次给5000。所以你可以一次真死，一次假死，可以拿5000。恭喜我了，我告诉他你钱。哎，各位，这么多的福利，给雪州民联政府、希望联盟政府管。我们还记得30810年前我们接手的时候，整个雪州银行户口只剩6亿。今天派了这么多福利，今天雪州州大臣刚刚告诉我，雪州政府的储备金从过去的6亿已经增加了6倍多，成为40亿。如果中央政府给我们管，不出10年了，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比现在好很多。我们不要说跟到美国、英国比，我们跟新加坡比就好。大家知道吗？后天南公公的也要比变小的才有，新加坡小小。我时常说，新加坡是一个很烂的国家，可是
他们命好，他们有一个好的政府，很烂的国家给好的政府管，烂的国家也可以变成好的国家。新加坡为什么烂？它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石油、旅游、中油、金银、锡矿，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说新加坡是不是很烂的国家？它除了阳光、海水，每天在那边唱外婆的澎湖湾，它还有什么？新加坡什么都没有，可是它有一个好的政府，人民行动党执政多年，龙李光耀吴作栋到今天的李显龙，他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所以今天新加坡是亚洲收入最高的国家，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是马来西亚的10倍，你知道吗？大家都不懂呢。我们的国家银行，我打电话问国家银行的官员，他说我们的储备金只有4000亿马币，你知道新加坡的储备金有多少吗？3万亿，3兆，人家的储备金是我们的10倍。一个这么烂的国家，什么都资源都没有，他们有3万亿的储备，我们只有4000亿。你自己想想看，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我去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我告诉你，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交风野雨，四季如春，要什么有什么，种什么得什么，你去那里找这样的国家，什么都有，金银锡矿，要石油有石油，要中油有中油，要旅游有旅游，对不对？可是我们命不好，我们的国家好，可是政府烂，真的烂，根本烂，特别烂。所以一个好的国家给烂的政府管，关机了也变成一个烂的国家，现在还成为全球恶名昭彰、臭名远扬的盗贼统治。上个月美国的司法部长 Mr. Jeff Sessions，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Mr. Jeff Sessions with Menteri Kehakiman Amerika Syarikat， 他把他们说 Malaysia is the worst kind of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wide， we are the worst， not only cryptocurrency， 要把你得到在dunia ini。Mengapa? Sebenarnya saya tak marah, tak getak. Saya tak marahkan Najib. Saya pun tak marahkan Rosman. Saya marah siapa? Saya marah mereka yang undi BN. Mereka yang sokong BN. Itulah sebab kerana kamu undi dia, barulah dia boleh jadi Perdana Menteri. Barulah dia boleh curi dan rompak. Betul tak? Jika kamu tak undi dia, siapa Najib? Siapa Rosma? Betul tak? Nak selamatkan negara kita, kita tak boleh bergantung kepada orang lain. Kita rakyat Malaysia kena tanya diri kita, jika bukan kita, siapa lagi? Jika bukan sekarang, bila lagi? Betul tak? This is the time we have to rise up together to save our beloved nation. There is no other time.Tuan-tuan dan puan-puan, kita mesti tegaskan ini kalilah, jangan lain kalilah, tak ada lain kalilah. Ini adalah kali terakhir kita boleh lihat gabungan, gandingan tiga tokoh negarawan yang paling berpengalaman, Tun Dr. Mahathir bersama Dato' Sri Anwar bersama Lim Kit Siang berganding sebagai satu pasukan, satu pangkatan.Untuk Malaysia. Ini adalah kali pertama dan juga peluang terakhir untuk seluruh Malaysia bangkit bersama. Dan kali ini saya cukup yakin, 2 bulan ini saya ikut Tun pergi mana-mana tempat, saya nak kongsi beberapa berita baik. 2 minggu lepas saya bawa Tun Dr. Mahathir masuk kawasan Bukit Janak.Kampung UMNO yang tak pernah pembangkang menang dalam tempoh 60 tahun. Tun Doktor, dulu saya buat ceramah dekat sana, sambutan cukup luar biasa, 30 orang hadir. 2 minggu lepas saya bawa Tun Doktor Mahathir masuk, yang hadir bukan 30 orang,
bukan 300, bukan 3000, 10000. Dan mesin kawan-kawan Melayu hadir bersama kita, dengar sampai pukul 12. Sabtu lepas, dua hari yang lepas, kami bawa Tun Dr. Mahathir masuk Felda. Felda Tanjung Malim, kawasan kubu Setiausaha Agong MCA Dato' Sri Ong Kah Chuan. 60 tahun kita tak pernah menang. Itu kampung. Pilihan raya lepas, kami masuk. Kereta belum masuk, tayar sudah kena poncek. Pukul 6 kita pasang bendera, pukul 7 bendera sudah hilang. Sabtu lepas kita masuk, kawan-kawan Felda, dia buka jalan untuk kita. Kita masuk dulu, pilihan lepas berapa orang datang tau? Kita kasih makan, masak kari, bagi sari 100 orang tak sampai. Tapi Sabtu lepas kita bawa Tun Dr. Mahathir masuk, seluruh Felda yang hadir saya anggap 4000 orang. Boleh katakan hampir seluruh kampung Felda semua sudah keluar. Semalam di Negeri Sembilan, di satu Negeri Sembilan keadaan yang sama juga, lebih kurang 10000 rakyat Malaysia pelbagai kaum semua hadir. Saya kongsikan sedikit untuk sampaikan mesej. Dulu adalah tsunami bandar. Pilihan raya yang akan datang ini adalah tsunami kampung. Bila tsunami desa, apabila desa bergabung dengan bandar, inilah kali kita hancurkan Najib PN, hancurkan Najib Rosman. Sehingga nasib se-cengsi haisya, 乡村人民没有收到讯息。 这一次大水，我刚才已经告诉你，我们去了几个Felda的地方。过去哦，我们的进去啊，车进去，车还没有进去，轮胎已经给人割破了。6点挂旗，7点旗都不见了。现在不一样，我们带着神奇的马一起进，老马一起进去。之前在甘榜，不给加纳是10000人，前天在这一个丹中马林的Felda是4000人。 昨天晚上在森美兰是9000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马来政治大海啸。所以今天我来把声，我要告诉全体马来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的马来朋友、我们的马来同胞，他们已经决定要换政府，请问我来不当他们几吗？我进步，我进步了，不当你。所以各位要换政府。 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一次的投票率比上一届更高。如果投票率低，国政就可以险过剃头再做5年。我不敢想象，如果那届再做5年，大家都知道，再过2个礼拜那届又要来，到处给你甜言蜜语，到处跟你答应很多东西。但是我今天晚上跟你讲一个故事，你就了解那届是什么人。有一天。 有一个人死掉了，上到天堂，上到天堂的时候，他看到墙壁上很多时钟，很多时钟那个天使，他就问那个天使，请问这些时钟是谁的？为什么这么多时钟？有的时钟又不会走的，有的时钟又走很慢，都不准时的。那个天使跟他讲，那你看那个时钟，他就问，哎，为什么这粒时钟放在桌子上不会动的？到底是谁的？ 那个天使说：“哦，这里时钟啊，我们的天堂的规矩是这样的，你讲一次偏话，那个时钟就走一次；你没有讲过偏话，那时钟不会动。”那么那个人就问：“这里是谁的？完全不动。”天使说：“哦，这里是 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从来不讲偏话哦，所以哦，他的时钟不会走。”那么这一个人一粒一粒问，问到最后，他问那个天使：“那么南极的时钟在哪里？” 那个天使说：“那这个时钟，哦，我们放在我们的 office 拿来当风扇。”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拍手，不知道不要拍手。这个告诉你，你信国政一层，他送你一层。
国政可以相信母猪都会爬树，所以你看啊，这边的时钟转得几快，他代言的东西有哪里有做到？那你看啊，这个上届大选爬到电视台上面去那个 RDM Rehab Tunggu Mati， 他去那边宣布说，我还有另外一年没梦的。Kerajaan Pakistan Nasional akan mensuhkan akta hasutan. Eh, 有吗？有吗？最后，山东法律不但没有废除，去到国会还变本加厉。那去这个将军，哦，ini kereta, ada kereta akan turun 30%. Sekarang ada, janji tidak ditepati. Tadi semua jadi capati. Mana kan? Najib janji baik barang. Janji ini, janji itu semua mana ada pipi.啊，这个开空头支票不用本钱，也将记住路。心里哪管一度一度了，哪管你什么嘛呢？嘛哪的？得拉路板呀，啥也不说了，打不赢啊。所以各位，啊，这个我们呢，给了国政60年。我告诉大家，你们可能有些对雪州政府不了解。哦，你问为什么政府雪州政府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做国议员的，我就可以向大家讲解。其实你要马来西亚真正改革，我们国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马来西亚是联邦制度，我们国家有宪法，国会有法律。我们国家重要的东西，不管是教育、国防、外交、财政、工商，全部都是中央政府，州政府是没有权力的。雪州政府最多是管什么土地咯，发展咯，城市规划咯，文化习俗宗教，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全部国家重要的都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上。所以斗龙，你们这一次发生的兄弟姐妹，我们保住雪州，但是不知道要跟他还掉，我们才有办法改朝换代，告别腐败。Tadi saya terangkan ramai yang tak faham. Dia kata mengap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tak buat ini, tak buat itu. Kita kena ikut perlembagaan. Di bawah sistem persekutuan Malaysia, semua bidang kuasa penting termasuk kewangan, termasuk keselamatan, pendidikan, international trade, semua perkara penting, semua adalah bidang kuasa kerajaan pusat. Kerajaan negeri tak ada kuasa. Sebab itu bagaimana hebat Dato' Sri Azmi pun dia tak boleh buat apa, dia kena ikut undang-undang juga. Sebab itu jika kita nak lihat reformasi yang sebenar, satu jalan adalah satu-satu pilihan, tukar kerajaan, hancurkan Najib Rosmah. Jangan tukar kerajaan negeri ya, kita hanya tukar kerajaan persekutuan sahaja. Kita dah bagi barisan 61 tahun. Apa salahnya kita bagi pakatan 5 tahun, betul tak? Tak mati pun, tak tukar 5 tahun, tak baik, tukar baliklah. Apa susah sangat? Inilah dia demokrasi. Tak jadi pula kleptokrasi. Subuhkan demokrasi, tukar kerajaan baru, harapan baru, sistem baru, dasar baru, Malaysia yang baru. So, guys, 我结束演讲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给了国政13届大选的机会，国政已经执政60多年，是时候我们送旧迎新，告别黑暗，拥抱希望，引向光明。马来西亚人已经给了国政60年，我问大家，为什么不能够给西门5年？5年做得好继续做，5年做不好换人做。这就是民主国家，人民当家，对不对？我讲话是很公道的，我没有叫你一定要支持火箭。行动党如果上台，如果做5年做不好，我一样是倒的。这就是民主，做得好，我们继续支持。现在雪州、宾州，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州属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要跑全国像小弟这样跑，已经看得到雪州、宾州已经是模范州。我们的整个财政管理、人民的福利、种种开明的政策，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希望大家要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改变，从8%开始。8%人世界第一，民主第一，好不好？好，谢谢。